申请七分。总部，总部，四组飞机准备完毕，请您七分。四组飞机准备完毕，可以七分。好，来报，可以七分，可以七分。一点，高度十八米，十八米。到一点没有？到达一点，飞向二点。到达二点，飞向三点。哎，傻了，开始喷药了，哎，开始 X 整机啊。震动六十，高度六米。变压多少？变压四十六。哎，就看着能要喷的呗，真漂亮。到达三点、四点，飞向五点。距离下一点六十米、五十米、四十米。旁边人给他报一下，让他看。二十米、十米。到达五点。你帮他报一下，还看着能要啥的？八十米，对等记得报一下。八十米，距离下一个航点八十米，七十米，多少米？四十。四十米。三十。三十米。二十米。二十米。十米。十米。到达七点。八点。太漂亮了。飞向九点。九十米。高度报高度，高度高度六米。你们气压高度，主线那个，报气压高度对，没问题。报气压高度可以，主要他让那个地面站报，电脑那边报，那嘴别闲着。到达九点，十点，飞向十一点，震动六十，五十五，高度六米。不远了，也差了。到达十一点，十二点，飞向十三点。这太阳光看得更清楚，是不？到达十三点、十四点，再向十五点。还有几个点吧？还有两，还有航点呗？有。还有五个航点。我这照不着了，可能。到达十五点、十六点，再向十七点。到达十七点、十八点，飞向十九点，飞机即将返航，看一下表。到达返航点，飞向二十点，震动五十六，高度十米、十二米、十三米、十四米、十五米、十六米、十八米、二十米。飞机即将返航，真不容易啊！被刀电，飞机到达降落点，申请手动返航，具备着陆条件，可以手动降落。不着急。
OK， 飞机安全，飞机上定。